Hello， 大家好，乔丽森的马斯来到了毕节市威宁县的索黄仓国家湿地公园。那刚刚我们本来是在那边扎营，结果被赶了，现在是找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感觉视野更开阔更好，阿龙说这么好的地方可以待个两三天。现在需要把我的帐篷先搭上，我需要休息，太虚弱了，浑身无力。下午由于太热了，所以我是在吊床上躺了一会儿，然后现在5点多了，差不多可以准备皮划艇。这个就是皮划艇，把放地上就好了。哇，里面还有水吗？挺大的。啊？里面还有水吗？里面有水啊。你把它那个翻过去，让它晒吧，把多余的水弄掉了过后。对，把它翻过来。阿龙这里面已经是成灾了，水灾，有可能是拉链没拉好的时候，就是雨大了飘进去的。这个扎营地呢是真心不错，吊床拉上也晒不了太阳，一抬头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。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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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好的，我们坐在这边看他们弄好不好？OK， 好，看他们弄，对，打到十就好了。好，完蛋了，大鸡，快，阿龙 ，Help me 呀！咋子粘了，粘的，粘的，大鸡，刚去泥里面踩了回来，然后非常漂亮的，好吧，我原谅你，谁让你可爱？阿龙，这个皮划艇买成多少钱？6000。然后是这里面，后面，这里面还有3个。哇，一节一节的打的呀。有按一下吗？对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经常会忘掉。哎，慢慢起来了，慢慢起来了，这里在漏气，慢慢起来了。这个人坐在里面拉住这个呀。这也不是个拉的呀，不用拉这东西啊，我把座椅啊，还有座椅，第一次见自己亲自安装的，这个座椅蛮好玩的呀，看起来，脚放，脚放这里面吗？我搞错了吗？哦，反过来了，我说呢，哎，我蠢死了。小陈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，看你们两个抬过去。这个感觉单个人你抬得动吗？你一个人单个人能抬得动，但是我跟你一起抬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把它调好角度先啊。床那里下水吗？对啊，就床那里啊。啊，他们要出征了。可以。我在想能过去吗？可以的。小泽，说说你现在的心情。忐忑。忐忑。激动。激动。船要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那里上不行，因为它本身就不稳的，然后这个船一上去又不稳的话，你看那边，看一下那里可不可以，岸边上，岸边比较好。你直接就把这个放在那里，然后踩在那个树枝上，不就上去了吗？不行，树枝也不稳的，这很危险的。这关键是水深不晓得多少。反正你穿了救生衣的，他们前面钓鱼的那地方，你放下，放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树枝小心，往上抬。我把我的相机弄出来，我记录一下它是漏水的时刻。别这样，我手机先给你，我把真的翻了。我真的翻了。你不是很有自信的吗？哎，找到感觉了是不是？毕竟我之前也玩过一次，来讲给我，讲给他。我出去浪了。别浪到那个里面去了。短的边向下，
你现在是长边向下了，拿反了。这样。对，再调一个方向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不是不是，左右手转过来。对对对对。看着还不错哟。哦。再转一下，不是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转，转，短边向下。拽了，他现在有点拽。我先玩一会儿，我去倒一圈。飘了，去吧，迎风出海吧。怎么样啊？好好玩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刚刚我们飞无人机找不到你，我们还以为你已经掉到湖里。怎么可能？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。啊、说明什么？半天都找不到，说明我速度太快了。停，慢点。现在小陈呢已经是滑回来了。我去体验体验，虽然还有气无力的，但还是想尝试一下，宣我一下。阿龙说明天早上再正式我们。会不会容易栽到水里啊？不会，你先鞋子脱掉，然后进里面，因为现在在岸上，对，不怕翻。坐好，我把你推出去，坐下去，对。好，等一下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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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Oh OK, OK. Oh. 小心啊！好吧，我出来了。你把它伸长。那个腿前面有两个那个绑脚，你腿伸直，对，腿伸直，对。正滑正滑，拿反了拿反了拿反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走了。哦，不要走不要走，班机要跟我来吗？为什么他要歪来歪去的？他会有一点转弯，但是你先适应一下，适应就好了。哇，好漂亮，怎么样？好爽。好漂亮啊，日丽景色。我觉得这个皮划艇挺好的，就可以在河里面、海里面自由的翱翔。我是不是也该入手一个呀？反正上面也还放得下，哈、啊、哈，速度还真挺快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就这样坐在上面，任由水自动的飘，也感觉非常爽。慢慢的游荡，风景实在太美了，好享受啊，这种感觉。我也想入手一个了。晚饭美女做不来。好歹你就是叫我回去做饭的是吧？回来回来回来吧，等你做饭了。你们也可以做呀。孩子饿了。这里有三个帅哥等着你喂饭。回不来了。单身狗。我太惨了，不就想好好玩一会吗？然后沦落为煮饭婆了。走吧，我也饿了，中午都吃了粥，早上也吃了粥，回去做饭，做饭去。三只单身狗等着我呢。等着我投食儿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后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凉凉爽的风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好吧，我应该要回去做饭了，让给阿龙我吧。走嘞。
好吧，我现在上来，阿龙准备要出发了。扣子扣完了，扣完扣住了，扣住了，扣住了。不错不错，哇，现在的夕阳。对，现在很漂亮。美的简直没话说。快出去拍点大片回来，阿龙。对。等待着你的大片啊。对的对的对的。来，坐下坐下。他有点怕是不是？转过来转过来。对对对对。对坐下嗯，对，坐下坐下，趴下趴下。我挂飞蚊机拍了你啊。坐坐坐坐，来坐下坐下，趴前面。他带无人机上去了。哎、对对对好，帮我推一下，谢谢啦。行啊，真好。重心重心，然后重心。哎，拿反了。行啊。哇，这会出去真美。嗯，阿龙花皮划艇回来了，我的面也煮好了。今天晚上呢，就吃简单一点，不想做。从小需要自己做饭的，经常自己做饭的，慢慢的就找到那个味道了。我们这完全不像是病号啊，不是，我不像病号，你不要像病号。巧克力今天。已经快虚脱了，开车开了老公娘，主要是路烂，开车不远、嗯、主要是下午又热又饿，你们应该都饿惨了。没有啊，我今天吃了一个蛋糕，中午下午的时候吃蛋糕。对，会拉肚子吗？感觉我感觉你可能需要吃那个运动饮料，它那个是恢复电解质平衡的。这一碗面很香的，真的。光盘行动，几分钟时间，哎，太美味了，这碗面条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多小心，人生的环境，客家嘛会出头天，没问题，没有你。吃完饭过后，我们是听阿龙的演唱会了。一杯酒，两个人。三不过心爱来到底，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累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山还有痛还有走还有我。我们的茶话晚会呢是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洗脸刷牙睡觉。小车今晚上这个帐篷不知道会不会冷，这边天气真的是蛮凉蛮凉的，可能因为我今天身体比较虚吧，就感觉好冷啊，赶紧洗漱完上床睡觉。